没有奶能打12-3的流血狗吗？雷神拿的一级精英侠里灭尘，这是雷神所带的圣遗物，这是命座，这是天赋，这是面板。那么你觉得这个号深渊能打满星吗？答案是当然可以。90级的行秋拿的90级精三祭礼剑，圣遗物带的两水套两命的，天赋是这样的，面板是这样的。90级的万叶794的精通，武器拿的80级精一祭礼剑，圣遗物带的四封套灵命的，天赋是这样的。90级的纳西达，武器拿的80级精三祭礼残章，圣遗物带的四神灵，命作灵命的。另一对我们配的90级的神力灵华，拿的天门鹰大刀，圣遗物带的四冰套灵命的，天赋是80，面板是这样的。后面的角色就简化介绍吧。80级的猫猫讨龙莫娜，再加上扩散工具人砂糖，武器不重要，随便带就好了。12-2我们肯定是先满不了，我们先把12-1、12-3打满。那么各位小伙伴，来看秘密不带奶是如何打流血狗的吧。接下来小伙伴们来看一下秘密在没有任何奶的情况下是如何应对流血狗的吧。12-2接下来就简单多了，我们稍微把队伍调换一下，轻松拿下。